直播间的各位中医同道、各位中医爱好者、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的刘烨。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在线上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那我也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和认识吴鞠通。温病调变，以及呢，分享我从温病调变当中的一点点小的体会。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学习过程呢，能给大家带来启发，能够促进我们更好的运用温病学经典。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呢，大概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为大家介绍吴鞠通，还有呢。温病学的著名专著《温病调变》。第二，在《温病调变》当中呢，择取两则，比较小的方药，一个呢是中焦篇的黄芩滑石汤，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经常熟知但不一定会用的青蒿鳖甲汤。那么由这些方证和汤证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运用《温病调变》当中的。中医思路。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吴鞠通。如果不是学中医的人，可能对吴鞠通并不熟悉。但是，如果大家到了临床啊，或者是到了药店里，那么我们都可以找到吴鞠通。它带来的方药，比如说啊，银翘解毒丸，对，银翘散，那么还有一些颗粒剂啊，比如说桑菊饮，那么另外呢，还有著名的安宫牛黄丸，对，温病调变当中所在的很多方药，在临床应用的非常广泛。可是吴鞠通究竟是怎样一位这个？温病学专家啊，那么他是怎样走上，学温病、研究温病的道路？那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吴鞠通原名叫吴棠，他出生在1758年，他的出生年份较叶天士和薛生白来讲呢，稍微晚了一个时代啊，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温病四大家当中呢，他列在第三位。吴鞠通呢，出生在江苏淮阴，所以现在啊，如果大家去江苏省淮安市啊，到楚州啊，还有呢河下镇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吴鞠通中医文化馆，这是一个省级的文化单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虽然呢占地不大啊，但是我看过啊，庭院呢非常的古朴啊，那么馆藏收录了很多中医的。资料和文物啊，那么宣传中医文化，所以这是我们能见到的这个关于吴鞠通有纪念意义的这样一个这个地方啊地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座中医馆正是为了纪念出生在江苏淮阴的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而设立的。吴鞠通的一生呢，是求真务实的一生。那么他呢，是在1758年出生在淮阴一个非常贫寒的书香之家。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私塾的老师啊，私塾的老师。所以啊，他在小的时候呢，受到父亲的影响，立志呢要攻读儒学。那么，将来为了更好的追求啊，这个学业上啊，这个功名。但是呢，在他1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因为长期的这种慢性病，一直呢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在他19岁的时候呢，父亲久病未愈而逝世了。这件事情呢，
对年少的吴鞠通打击非常大，所以呢，他在为父亲守丧期间啊，就专门呢去买来了很多的医书呢，去精读和细研。当他读到《伤寒论》，特别是《伤寒论》序当中的这样一段话啊，“外逐荣事，内忘生命时”，这句话呢，让他大为感触，所以他这个毅然决然的呢，要放弃他曾经追求的科举考试，转而呢投向专门学习医术，来济世救人。然而啊，从19岁开始的这个学医之路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4年以后啊，他在攻读医书的同时，他的一个亲人啊，他的一个侄儿。啊，侄儿叫巧官，那么当时呢，突然呢得了瘟病，啊，喉痹，啊，喉痹，那么外科呢用冰盆散，内科呢用人参败毒散等等，啊，反而这个杂家治疗的很多，但是呢这些治疗呢都没有效果，最终呢这个幼儿呢身目发黄，啊，死亡了。这件事情呢，对吴鞠通呢，又产生了一定的震撼，因为他当时已经学了一些医术，那么他看到各家的治疗呢，他感觉有些似乎不对，但是呢，因为啊，他自己刚学医不久，所以呢，这个看到杂家来治疗的时候，他也不敢随便的发表意见，但是呢，他觉得呢，这个有一些疑惑的地方。啊，所以更加激励他呢，要开始专门去研读瘟病，啊，研读瘟病。就这样，又过了3年，在他26岁的时候，家道中落，家境贫寒的吴鞠通啊，因为这个生活的困境啊，离开家乡了啊，他去哪里呢？到京师啊，进一步呢去谋求发展。当时呢，他的一个朋友啊，帮他找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对一个这个又贫寒又想读书的吴鞠通来说呢，啊，非常好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啊，那么就是到京师啊，也是说当时等于说是国家图书馆啊，国家图书馆去校验和誊写《四库全书》啊，所以这对这个想读书啊的吴鞠通来说，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到了大图书馆以后呢？他终于有机会呢，博览群书，各种的医书啊都能看到，特别是呢，在市面上呢比较罕见的一些啊医学专著，这其中呢就有啊吴又可的瘟疫论。所以吴鞠通呢在遍读医书的时候，当他读到吴又可的瘟疫论，他觉得眼前豁然一亮啊，那么他觉得吴又可的论述啊，议论宏阔啊，发前人之未发，这句话呢，在他温病调变的自序当中呢提到了。所以，这个从此以后呢，他开始细心研读瘟疫论，啊，瘟疫论，而且进一步啊，随着这个方向呢，进一步研读了很多啊治疗瘟病学家的这些啊这个著作，比如说叶天士的《医案》，这是他后期呢又进一步研读了。所以，这个他呢，在这段时间里啊，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呢，博览群书。吴鞠通在《温病调辨自序》当中讲到啊，进于病谋，退于心谋，历经10年寒暑啊，然未尝敢亲至医。所以他非常谨慎啊，非常谨慎。虽然读了很多医家，也见到一些情况。但是因为自己呢没有实战经验啊，所以他不敢贸然出手。到1793年的时候，这时候呢，吴鞠通已经36岁，在京师爆发瘟疫啊，热病啊，瘟疫。那么当时的这个京师的这些医家呀，按照《伤寒法》来治疗啊，效果呢不太好，那死者甚众。吴鞠通的朋友呢，知道。啊，吴鞠通呢，在这个学医啊，而且呢通晓医术，
所以呢，极力的劝他呢来治病救人。而吴鞠通本人呢，看到大疫爆发，死者甚重，他自己也不忍心袖手旁观，所以啊，他呢愿意呢来参加这场抗疫治疗。那么很多病人呢，等到他的手上的时候呢，已经往往经过很多医家的治疗，啊，大部分呢就是说已经病比较重了，啊，我们叫坏病。那么经过吴鞠通的治疗，啊，虽然呢这个就是说已经是非常危重的病啊，但是在吴鞠通这里经过治疗以后呢，居然呢有数十例之多呢能够好转和痊愈，所以这件事情啊，那么对吴鞠通来讲也是非常的一个啊这样一个啊令人振奋的这种感觉啊，因为他用他所学啊这个认知啊，那么又经历了一次呢亲身的大范围的这种治疗瘟病的临床实践，所以经过这场磨练呢，他不仅加深了对瘟病的理解啊，也进一步意识到，那么如果药不对症啊，庸医害人。从此呢，他体会到治瘟之法的卓越的疗效，因此产生了一种想法，要把这一种啊治法把它规范起来啊，那么写一本书。啊，写一本书，那么啊，他呢想写一本书，然而呢，啊，他一直呢，这个没有呢进行着手啊，没有着手治疗，没有着手开始去写书啊。到41岁的时候，在他朋友啊力劝之下，那么他开始着手写《文笔条便》了。这一写呀、啊、不要紧，写了15年，啊，这本书呢写了15年。经过15年的努力啊，在他56岁的时候，才真正完成了《温病条便》的这个编写。那么，在《问心堂温病条便》终于得以首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这部书的出现，那么一个呢，历经了吴鞠通从理论到实践，然后呢，由实践再次上升到理论。经过数十年的打磨啊，也可以见到他写作的这种认真和艰辛。那么这本书啊，这本书可以说是吴鞠通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高度的这样一个凝练啊，凝练。那么他的学术思想，刚才我们通过他的经历可以看出来啊，首先呢，从中医啊这个《伤寒内经》，那么受吴又可启发，又结合了叶天士治疗瘟病的这种啊，这个经验啊，经验传承，那么这个呢和伤寒呢相互补充啊，也有他的实践经验的这种验证，最终呢成为影响力啊非常大的瘟病学专著之一。所以这就是《温病条便》的成书。道光8年，这时候呢，吴鞠通已经71岁。他的一个好朋友啊，也是啊，患这个痹症啊，痹症。那么当时呢，啊，去别的医生那里治疗，结果越治越差。后来呢，到吴鞠通这里看，哎，吴鞠通给他治好了。所以他的朋友看到这种情况呢，啊，那么就劝吴鞠通啊，你能不能再写一本书，来针砭时弊啊，不要让这些庸医再继续害人了，所以呢，力促他呢来写一本书啊，叫《医病书》，什么意思呢？校正医生的错误啊，来给医生呢啊这个纠正啊这个错误，医病。那么，这是吴鞠通的又一本书啊，又一本书。到了晚年以后啊，吴鞠通呢还把他一生的一些医案啊治疗经验，那么集结成册啊，所以我们后面呢还有吴鞠通医案啊等等。又过了8年啊，道光16年，这时候呢，吴鞠通的大儿子啊因病去世了，啊因病去世，这件事呢对吴鞠通打击非常大，那么从此以后呢，那他这个心情抑郁啊，心情抑郁，到了晚年呢，溺血不止啊，溺血不止而逝世啊，所以享年呢有79岁啊，79岁，那么和叶天士
差不多啊，叶天士有80岁啊，那么都属于高龄啊，高龄。所以大家看啊，我这就是呢这个吴鞠通啊这样一个啊，从开始啊学医啊，一直到呢这个从医啊，一直到著书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一生的过程。那我们通过这段历史呢，可以看到啊，这吴鞠通的一生呢，献身医学。而且在从医的道路上呢，精勤不倦，敢于实践，而且呢，敢于呢提出啊寒温有别啊，敢于创新，这是一个他的特点。好，那么不光有啊正史，那我们还有一些关于吴鞠通的小故事啊，其中呢啊这里呢给大家啊提两例呢这个具有记载的关于吴鞠通治病救人的小故事。那么第一则呢，叫巧用生地救重疾。这个故事呢，发生在道光3年啊。当时呢，吴鞠通在京师呢已经颇有名气了啊。那么他呢，正好啊，这个逢，这个要回家扫墓啊。他从京师呢，车马劳顿呢，又回到这个淮阴县。那刚刚呢，这个到淮阴境地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道路边上啊，这个有几个人啊。这个抬着一个老妇人啊，奄奄一息了啊。那前面走着一个中年男子啊，在失声痛哭啊，失声痛哭。这个吴鞠通一看呢，啊，他也顾不得自己车马劳顿啊，他就下来啊，他就问啊，怎么回事啊？啊，原来呢，这家老妇人在当地啊，经过医生看了以后呢，都认为呢，啊，病已经很重了啊，这个热病很重啊，这个没办法治了啊，让他抬回家去。这个老妇人的儿子呢，就痛哭流涕啊，痛哭流涕。这个吴鞠通呢，啊，这个时候呢，啊，一个呢，他没有推脱啊，第二个呢，他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名誉啊，别人都说治不了了啊，都不敢治了啊，那他呢，上前去看一看啊，上前去看一看，为他诊治。那么他看了舌啊，号了脉，认为呢，这老妇人呢是燥热伤津啊，燥热伤津的重症。舌干红啊，如裂纹啊，如裂纹这样。所以他当时就想到我要给他处方啊。但是这个地方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要想到县城去抓药呢，又还很远，很远。这如果药一时半会儿抓不来啊，那么可能呢，啊还会加重病情啊，造成这个病人越来越重啊，这个甚至危及生命。怎么办呢？这时候吴鞠通犯愁了。他向四周看了一下，哎，发现在不远的这个山丘上啊，长了一些啊趴在地上的植物啊。一看，哦，这个山丘上长的这个植物正是生地啊，长满了这个生地。哎呀，吴鞠通当时心里高兴坏了啊，他给这个妇人的儿子说：“哎，你的母亲有救了啊，你去到那个山丘上啊，把那个地里的啊这个刨出来。”啊，刨出来，把它榨汁啊，搅汁啊，那么赶紧给你母亲喝。那么这个孩子呢，听了话啊，赶紧去在地里刨出来以后生地啊，鲜汁啊，搅汁啊，那么给妇人服了。那么效果非常好啊，妇人服了以后啊，腹背而愈啊，那么马上呢，这个精神啊就恢复了。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细生地。是治疗温热类温病的一个什么呀？神药啊！我们讲它能够清热生津啊，清热生津，那么药能对症，这就是吴鞠通啊，这个巧用生地治重疾啊，这样第一个小故事。从这个故事里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那么第一呢，这个温病啊，温病治疗啊，那么往往呢。药对药症相对的时候，往往呢效果非常好。那第二呢，也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吴鞠通啊，他呢这个是非常的仁爱啊，非常的仁爱啊，一点呢都不顾及自己的这个名誉啊，也不顾及自己的一些啊个人的这种所得所失。好，那么第二个小故事啊，第二个小故事，嘴上功夫也治病。这个小故事啊，它呢是收在于吴鞠通的医案当中。这个故事呢，在于
吴鞠通自己的疑案当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在于吴鞠通一案甘菊案啊，它呢是记载了吴鞠通啊治疗啊一位呢这个49岁的啊未婚女性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妇女啊49岁啊未婚啊，那么她呢是由于长期的这个肝郁。气滞啊，情志不畅啊，情志不畅，郁结啊，导致呢肝气瘀滞啊，经常的两胁胀满疼痛，那么继而呢出现呢肝绝犯胃啊，厥逆，而且呢影响到啊这个胃的受纳，胃的受纳，所以当时的医生呢按照这个络痛啊，不非滋阴啊，或者用凉药啊，那么反反复复拖拖拉拉呢。啊，这个到十年了啊，10年了，那么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病人呢根本吃不下饭，每天呢如果喝汤水，只能喝一两口，那么如果吃这个啊这个干食啊，也得吃容易消化的啊这个炒米粉，那么只有1酒盅这么一点点，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呀？这胃部受纳啊非常这个严重，啊，病人呢这个。容易受惊吓，受惊吓。那么一受惊吓呢，就出现了惊厥，甚至呢抽搐，时间还很长，病人呢骨瘦如柴，奄奄一息。那吴鞠通判定呢，此症呢肝气郁结日久啊，厥逆内犯阳明，故而呢胃不受纳不能食，肝气呢横逆犯脾土。同时呢，又有引邪的内停，阳明空虚啊，所以啊，中气无主，闻声则惊啊，故而呢，这个牵及太阳，生痛惊厥。所以本脏呢在肝啊，故厥啊，故称肝厥病。所以呢，他在治疗用药方面呢，仍从肝入手。那么他用什么方呢？啊？那么仍然从甘络入手，用的是啊这个新酱玄附花汤啊这个加减啊入甘络啊入甘络，那么用了这个药方药以后呢，这个胁痛减轻了，但是病人出现了痰饮很多，咳喘啊咳喘，夜卧不安啊，所以呢又改了一条方啊和胃化饮啊和胃化饮，大家看这是什么呀？这二程加减啊二程加减。那么这是第二条方啊，第二条方。那么以这两条方啊为加减治疗啊，慢慢的啊，病人呢饮食呢有所恢复了啊，能吃啊这个啊一小碗啊一小碗那么能吃半碗稀粥啊，那么胁呢还痛啊，那么还用这种啊疏肝络啊调肝气法，那么去掉温燥之品啊，加强行气。那么渐渐的呢，这个胁痛止啊，还有咳嗽，那么再用化瘀法啊，化瘀。后来呢，啊，他呢这个要外出了啊，就令患者呢经常要吃一些和胃啊降逆啊。那么啊，如果是胁痛明显呢，仍用通络法啊。那么慢慢的，病人呢有改善啊，能吃这个半碗的这个烂饭啊烂饭。到了4年的2月份啊，到刚才12月是不是啊？现在呢已经看了3个月左右了啊，病人呢脉气呢较前有恢复啊，虽然呢有弦，但是和缓有力啊，吃饭呢也有好转啊，吃饭很好转，月经也恢复了啊，月经也恢复了，这说明什么？肝气渐渐得舒那么继续呢服前方啊。有时候呢，夜间呢有这种啊燥裂啊，欲起不得起，欲坐不得坐啊，欲卧不得卧，烦躁不可当啊。那么与服呢霹雳散啊等等，那么再与呢合胃啊。这个霹雳散呢，在《温病条便》当中呢也有收载啊，它是记载在中焦篇当中，用于治疗这种燥裂啊燥裂。那么也是呢偏温散法啊偏温散法。好。那么这个呢是他的一些啊治疗用药啊治疗用药，
经过前后的治疗啊，近3个月啊，治疗用药以后呢，病人呢，慢慢的呢，饮食呢，进一步恢复啊，能吃干饭啊，这个脉象呢，进一步呢，又恢复啊，那么仍然呢，是以啊疏肝和胃啊加紧。到了4月初的时候呢，啊，这个吴鞠通呢，要外出出差了啊，外出出差了。那么他因为出差以后啊，这个。有一段时间啊，见不到这个病人，但是他心里呢还惦记着啊，所以呢，他给病人呢写了一封信啊，信上呢啊也叮嘱他啊要怎么样啊，要啊这个注意啊，要注意调节情绪啊，不要这个郁郁寡欢啊，要经常去做一些啊这个这种啊令人欢快啊，那么这种啊这种事情啊喜欢的事情啊喜欢的事情。又过了1个月呢，他又写了一本书啊。那病案当中记载呢，痛以大道理开导之，啊，痛以大道理开导之，啊，说明这个什么呀？啊，从啊这个啊这个各种啊人生啊或者各个方面啊，这个以大道理开导他。那么又过了啊将近5个多月啊以后啊这个啊病人呢这个。这个吴鞠通啊，才收到了病人的这个回信啊，在信中怎么写呢？啊，这个病人呢，把吴鞠通给他写的书信啊，当做呢这个每天要诵读一遍的座右铭啊，每天呢都要诵读一遍啊这些大道理啊。那么经过诵读以后呢，这个病人呢心情啊好了啊，而且呢又充满干劲了啊，所以饮食呢也增好。啊，精神大涨啊，那么阖家欢乐啊，阖家欢乐。所以从这个一案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吴鞠通治疗疾病啊，他不光呢治病人的症状啊，那么还要治病人的心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呢，在很多心理科门诊啊，我们讲叫语言行为疗法，实际上在吴鞠通的时代呢。他已经在啊亲自践行它了，亲自践行它。好，那么这是两则呢关于吴鞠通的医案啊，这两则医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吴鞠通啊，居心忠厚，医德高尚，对患者呀非常认真负责，而且呢满腔热忱，所以啊是我们医家啊，我们各位学医从医者的一个楷模。那么是值得我们这个进一步学习啊，念的。好，那么以上呢是关于吴鞠通啊。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吴鞠通啊，学宗仲景啊，那么这个学术呢又受到了吴又可的启发。另外呢，研读叶氏的这种经验啊，临床医案啊，那么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这个学术体系。那么他的学术体系啊，进一步的这种啊，我们讲呢叫充实了温病的辩证，而且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概括起来呢，主要有3个方面啊。第一点呢，创立了温病三焦辨治的纲领。第二点，以三焦为纲，进一步的丰富了温病啊不同类型的病种辨治的理法方药。而且呢，有相应的证和治。第三点，那么它立足发展，虽然呢学宗仲景，但绝不泥古。那么这些呢，这个创建啊，还有呢这个学术思想和成就啊，在《温病条辨》这部书当中呢，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下面呢，我们就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温病条辨》这部书。这个呢是一本1963年人卫的出版的《温病条辨》。那么它的原名呢叫《问心堂温病条辨》，这是它的扉页啊和目录页。大家看，在这个目录页当中呢，首先呢是有卷首。那么有序啊，
那包括其中包括这个无鞠通的自序啊，另外呢有这个繁例啊14条，还有呢学从内经啊引内经病机19条啊而来的原病篇，那么这些呢是啊这个学有渊源。其后呢卷一、卷二、卷三啊主要是以上焦、中焦和下焦为纲领。在每个啊这个分段当中呢，啊又以啊风温啊温热、瘟疫、暑温、伏暑、湿温等等呢这些疾病病名为条目，在这个病名之下，进一步呢又以啊这个条文啊分别呢这个详细的列举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温病条辨，实际上它的结构啊，整体的这个写作的结构，那么是和《伤寒论》啊，是相互传承的啊，那么是以条目形式来写的，但是在结构上呢，又突出了病位三焦以及呢病种啊，从纵横两个角度啊，那进一步的立体化了啊，所以说也体现出了这个。无鞠通对温病变质的一个这样一个认识。好，这个呢是在上焦篇当中啊第一个条目啊第一个条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条目当中啊，第一条首先呢列举了温病的病种，有风温、温热、瘟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和温疟。那么在自注当中呢，对于这个病因的啊病名的由来，还有呢病名相应的病机特点，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啊，这个呢是上焦篇当中首先呢论病，第二点呢提出辨治的总纲啊，第二条，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啊，这是上焦太阴肺。啊，太阴肺，关于他的论述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温病条辨当中啊，既有这个病，又有病机啊，又有病机。好，那么这个呢是再往后看啊，这是接着往后的啊条目啊，在这个条目当中呢啊，进一步呢有论述方证啊，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啊，这个银桥散方，啊，银桥散方，大家呢，啊，如果有兴趣呢，去研读温病条辨的时候，啊，那么我觉得不要仅仅只看啊这个方剂名，看方药，那么还要注意呢，这个温病条辨当中啊，无鞠通所写的啊方药的剂量、制法、煎法，以及呢，他对。方药的啊论述啊，就是方论那么大家通过学习这些内容，可以深入的理解啊，深入的理解银桥散的制法原理，而且呢，可以进一步呢这个理解啊，这个为什么银桥散是温病条辨当中啊，我们经常作为啊这个辛凉平剂啊第一方的。这个原因，好，那么这里呢，今天的这个部分呢，我不作为啊重点讲啊，我不作为重点讲，所以我们大家呢，只是带大家先啊这个先看一下啊，先看一下，我们先体会到啊这个温病条辨它的这个写作的特点啊和这个过程。好，那么另外啊，另外。啊，比如说在后边啊，在后边，那么前当中啊，分为呢几大块啊，一共呢有这啊，主要呢是六卷啊，六卷。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啊，提到了原病篇，还有呢上焦啊，上焦啊心肺，中焦啊脾胃，下焦啊肝啊血虚症啊这一类到营血分啊，那么也有呢。这个下焦啊，气分湿热下注啊，这些部分也有论述啊。所以说呢，这个
温病调变上中下三焦这个纲领啊，虽然是以部位来命名的，但是实际上呢，它体现出了这个温病变质当中啊，这个温热类和湿热类啊，基本的这种病位深浅啊，包括呢胃气营血，那么包括气血，也包括呢表里啊，那么另外呢还包括寒热啊等等，所以啊，这个实际上它所讲述的内容呢，是体现了中医八纲辩证的综合运用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就说啊，这个温病调变的这个方药啊，这个在临床上呢，用的啊，这个用起来非常好用，啊，用起来非常好用，所以这个呢，对我们辩证啊，辩证呢是非常有指导意义。好，这就是温病调变。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呢从一些小的方面入手啊，和大家分享啊这个温病调变当中的方证啊。首先呢，我们看黄芩滑石汤这条方呢，收在于《温病调变中焦篇》啊第63条，原文是这样讲的：脉缓身痛，舌淡黄而渴不多饮，汗出热解，继而复热。那么进一步病机分析呢，内不蕴水谷之实，外复感时令之实，这是它的病机。那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们温病当中典型的一类温病湿热类温病当中，在气分交界，所以这个时候呢，发表公理两不可失，发表误认伤寒，用汗法，那么可以导致什么呀？导致热这个偏重偏重，那转为坏症热邪内陷。那如果清热清热，单纯的清热，比如说用下法攻下泄热，那不利于湿邪的去除所以图清热则湿不去图去湿则热愈迟。那居通讲黄芩滑石汤主治分解湿热，分解湿热。所以对于这个汤证呢这个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呢，这个汤证是居通根据叶天士《临证指南》一案湿这个病案当中整理而成的。这个一案呢，在华秀云这个《临证指南》一案当中，它收载于这个湿病当中湿阻中焦气机证。原案当中呢是这样讲的某脉缓身痛，汗出而解，继而复热那么内不运水谷之气不运湿不足气，郁而成病。那意呢，当宣通气分，此热由湿中而来所以清热是不行的，要怎么办呢？要给湿邪以出路，所以用黄芩滑石、茯苓皮、腐皮、白蔻仁、通草和猪苓。大家看呢，这条方这条方这个有清热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呀？宣通气分，利湿渗湿那么分解湿热分解湿热。要把握这个汤证呢有几点。第一点呢，从症状上看这个病人呢这个发热发热，但是呢脉缓脉缓，那病人呢有汗出发热，还有身痛这种情况呢，容易误认为是这个伤寒表虚症中风病虽然脉缓，但是呢脉不浮我们知道中风脉象是什么呀？阳浮而阴弱，是不是？但是它的脉呢是如缓如缓，所以并不浮那么此外呢，还有身痛症候当中呢有骨节酸痛、重痛。它的舌象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之前讲舌类症当中那么舌苔虽然黄但是是滑舌看起来有水淡黄、浮黄这种特点。所以这种往往提示呢内有这个
水饮啊，或者呢是痰湿啊，痰湿。病人呢口渴啊，但呢不欲饮啊，不欲饮，或者渴而不多饮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辩证当中的一个要点啊。病人发热啊，这个汗出热退，那么全剂复热啊，所以这种热势呢往往不高啊，38度多，37度多。有汗啊，这种汗呢，往往如油啊，不多啊。那么汗出了以后呢，热不能完全退尽啊，过一会儿又复热了。所以这个呢，和我们讲伤寒啊，汗出热散也不太一样。那么和温热类温病呢，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病机来讲呢，他分析得很清楚啊，内有水湿啊，脾胃内困，又受外邪啊，所以这个。湿热困阻内外经络为湿邪困阻，所以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病机特点啊，病机特点。好，从治疗上看鞠通在原文当中讲湿热两伤不可偏治，以黄芩、滑石、茯苓皮清湿中之热。叩人、猪苓宣湿邪之症，再加虎皮通草，共成宣气利湿之功那么气化，气机通畅，水道通畅，则湿化。那么小便利则热随小便而去，热自清。所以他命这个黄芩、滑石汤呢为苦辛寒法在这里呢，我把它这个列了一下大致呢按照上中下这三个部位。那么从左到右呢，又按照寒热偏重清热或者是这个偏重呢，又做了一个区分大家看这里呢上焦黄芩叩人那黄芩滑石通草，那偏呢清热叩人茯苓猪苓偏宣畅气机那么加腐皮那么增强呢这个宣气。降气化湿这个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从这个结构呢来看这个方药所以这个结构也提示我们这个分解湿热的基本治法呢，那么从三焦来治，上中下三焦，其中丹参利湿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治法在这条方当中呢，这个中焦的药并不多，对不对？好，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再看一下，那么。在《临症指南》一案，华秀云对原方这个叶氏这则医案之后呢，他做了一个案例他怎么讲呢？若湿阻上焦，用开肺气，左丹参通利膀胱，所谓起上闸开之合，导水下行。如中焦脾阳不运，湿至中焦，那么可用竹、厚朴、姜、半夏之属温运。那么以茯苓皮泽泻、大腹皮、滑石丹参。总而言之呢，这个湿阻之症用药呢，总以苦辛治寒来治疗湿热，以苦辛温来治疗寒湿，盖以丹参佐之，或再加风药尤其呢，避免使用甘酸浊腻之品。所以这个呢是治湿治湿。基本的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芩滑石汤当中丹参通利膀胱作为其中这个行气降气通利最重要的一环。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吴鞠通在他自己的治疗当中是怎样运用黄芩滑石汤的那么这是他医案当中的一个病案那病人呢六脉俱行而细，左手沉曲数而有力。这说明什么呀？沉曲数而有力，说明内有郁热虽然浮曲呢是细的，这个热是怎么来的呢？再从症状上来看病人呢面色淡黄金黄，那么自午后生热呢，自春分起至今仍然不愈，说明这个热势呢很久了。用了泻法以后呢，身软不可现在呢去叩人，换用杏仁加强了苦辛宣气。与黄芩呢，左用黄连，加强了苦寒燥湿泻热同时呢，配伍
这个阴沉啊，配偶阴沉，那么他能够呢啊，一方面呢利湿，一方面又能够啊退黄，在温燥方面啊，加强了苍术和柴杀来燥湿止泻啊，在下焦的运用当中啊，那么除了滑石茯苓皮通草以外呢，增加薏仁海金沙，增强了肝胆肾湿之法。所以大家看呢，这个治法当中仍然是上中下三焦，而且呢是这个寒温啊并用，苦辛寒啊俱有。好，那么这里呢是按照啊上中下三焦啊以及呢寒热偏重之法呢啊把它这个又给大家用图的形式呢列了一下啊列了一下。那么这条方使用以后啊，大家看后续的效果啊，13日前方内去掉了苍术，加石膏，增加了芩连啊。从这个后续的效果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来病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啊，那为什么要去掉苍术呢？那说明病人呢有失去热显的这种表现啊，失去热显的表现。所以呢，在用药当中呢，增加了啊这个偏寒性的药物啊，偏寒的药物来加强这个泄热，来加强泄热。好，这个呢就是吴鞠通的这则医案啊，由黄芩滑石汤变法啊变法。好，那么黄芩滑石汤这条方啊，和我们其他的清利湿热方相比呢，还是有区别啊。这条方和三仁汤相比呢，它的清热力比较强，清热的呢有黄芩、滑石，三仁汤当中呢仅仅有竹叶啊，偏于甘寒。这条方当中呢，肾力湿浊的呢，茯苓皮、猪苓偏于肾力下焦之湿。那么三仁汤当中呢，啊有杏仁、蔻仁啊偏湿重，那偏于宣化上焦之湿啊，所以这两点呢是有不同的。那么和另外一条呢？治疗湿热蕴毒症啊，清热利湿力比较强的甘露消毒丹相比呢，这两条方当中呢都有黄芩、蔻仁、滑石、通草，但是甘露消毒丹当中呢有这个银啊，有连翘、薄荷啊、夜干、贝母，偏于呢解毒啊，胀湿走上焦啊，散热解啊。但是这条方当中呢有腐皮、猪茯苓，那么更偏于呢这个行气啊，淡肾。湿血啊，所以它和其他的方药呢还是不太一样。在鞠通原著当中呢，特别强调了病人的症候特点啊，脉缓、身痛、舌淡黄而滑啊，继而复热。除此以外呢，还当有呢这个湿浊困阻中焦之象啊，比如说顽皮、腹胀、大便烂溏等等症候。所以这条方呢偏重于中下。啊，可以作为内伤杂症、湿热症当中呢非常常用的一条方啊，比如说慢性的胃炎、肠炎啊、消化道啊等等这种湿热困阻之症，甚至是啊这个睡眠不安、口臭等等的啊，都可以用这条方来加减。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则呢，这个我在临床上治疗的一案啊，那么是用黄芩滑石汤便方治疗的。这个病人呢是一个。这个中年女性啊，她有顽固性的这种失眠症，长达10年了，家里头也是一样啊，都入睡困难，她吃两种安眠药才能入睡。这个病人本来到我这儿来是开药的啊，她说她咳嗽有痰，她要拿点化痰药啊，她呢经常呢就是感觉呢有气喘，而且有痰啊，痰多，口苦，大便呢粘滞不爽啊，这个小便黄啊，号脉的时候我就发现她手抖啊，手抖。然后手上的汗津津的，自己说这个胸胁满闷，但吃饭可以啊，吃饭可以。他自己说呢，平常手呢很容易紧张啊，也容易震颤。这个呢是他当时的舌象啊，这个舌象呢舌底啊，这里没有照到舌底，他的舌底还是暗红的啊，舌苔呢白厚腻，根部有浊苔啊，前面还发黑，那么像湿浊偏盛之象啊。病人的脉呢？股曲呢是啊没有什么力啊，但是中曲的时候两个脉呢滑硕有力啊，还偏硕啊，右寸呢偏滑，这个是它一个特点。
所以当时考虑呢，这个病人呢是，这个有湿浊内阻啊，而且呢还有预热，所以当时给他用的方药呢就是以黄芩滑石汤啊，黄芩滑石汤，那么加了一些呢，这个因为病人有咳嗽痰多啊，所以在中上焦呢也有兼顾到啊，中焦呢用这个温胆汤的半夏茯苓啊，这个竹茹厚朴，上焦呢加了这个化痰四味。化痰四味，又加个郁金啊，来这个这个清泻预热，那七剂，那病人出药以后呢，这个胸闷明显减轻了啊，咳嗽自己的表述就是咳嗽痰明显减少啊，大便也好转，这时候看他的舌象呢，比之前要好看一些啊，虽然还是厚腻，但是呢由黑变成两边呢是有点这种浮黄啊，还是以白苔为主。后来再次就诊呢，这个是4月6号啊，这个舌苔又进一步化了。那么后来再次复诊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又没吃药了这是最后一个舌象大家看这舌苔中焦的湿浊呢，这个化呢还是非常明显的病人虽然呢这个安眠药呢还没有完全停掉但是病人这个症状整体他说人精神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呢。用于治疗这个湿热内阻症用黄芩滑石汤这个加减治疗的这样一个案例。好，那么实际上温病调变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分解湿热在中焦篇当中有很多，比如说茯苓皮汤，还有呢5条加减正气散方另外呢还有宣痹汤这个薏竹叶散，还有杏仁薏汤等等那么这些呢，在无疽痛的治法方药当中呢。从药物组成角度呢，这个提出了不同的这种治法不同的治法，比如说这个茯苓皮汤茯苓皮汤用于治疗湿浊困阻三焦所以上面呢有峭痹那么它呢在原文当中讲到先用芳香利峭，即用淡渗分消湿浊所以这里呢我列举了这个方药大家看它是以淡渗。利湿为主那么稍作开窍法，所以他在治法当中呢，将它命名为淡渗兼微辛微凉法。那中焦58到62条5条加减正气散方更不用说了那么治疗这个湿浊困阻中焦或者呢有阻滞三焦那么又有呢这个偏脾阳不足偏这个。湿寒湿内盛的那么都是以这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思路治疗思路加减用药还有65条这是湿浊内治那么不仅呢这个脏腑有湿邪，那么经络当中呢还有湿阻的表现表现为关节的烦痛关节烦痛，那么面目色萎黄萎黄，这个相当于我们内科当中经常见到的一类。风湿性关节炎湿痹湿痹浊痹这一类，那么呢，我列举了它的治法方药大家看，从上中下上中下，那么在这个方药这个大家看右边这里有连翘栀子来这个散预热那么以杏仁、法下、薏仁、砂仁那么来这个畅三焦配合防己滑石。通经络这是祛湿为本祛湿为本。那第66条66条，那么湿郁经脉不仅呢这个有经脉不利的表现，那还有身热身痛还有脏腑白疹，那么有这个内有外这个湿浊困阻所以既有表症又有里症这时候呢内外和谐内外和谐，用辛凉淡法薏竹叶散薏竹叶散。这个呢也是它的一条方一条方。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这种针对呢感受寒湿寒湿，特别是雨湿兼寒之症所以虽然呢人以这个上中下三焦为主那么由这个苦辛寒变为了辛温辛温比如说杏仁那么在上焦防己及离。桂枝厚朴生姜这是温中燥湿，薏仁淡渗利湿所以这个方药呢又有变化，但是呢，
啊，万变不离其宗。好，所以呢，这个结合前面所述啊，黄芩滑石汤啊，黄芩滑石汤，由这条方证，我们可以体会到居通啊治疗湿热阻滞啊中焦气机啊，那么它所采用的基本治法。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啊，青蒿鳖甲汤。在温病条便当中呢，有两条青蒿鳖甲汤，一条呢是在于下焦篇中温热类第12条，这条方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因为我们经常提这条方啊，在教材当中呢也讲了这条方，这条方呢用于治疗下焦啊这个温病啊邪伏阴分之症啊，最典型的特点呢是入夜发热。热退无汗啊，到早呢，早晨呢就，这个身，这个身热自凉啊，自凉，所以呢，它的邪气呢，邪热呢啊不是很重啊，有明显的阴伤，所以治疗时呢，橘同用法呢，辛凉和甘寒法。那么这个呢是它的下焦篇啊，这个青蒿鳖甲汤。这条方证的来源呢是，吴棠呢根据《临证指南医案》温热。温病当中啊，这个王案所整理而来的啊，此案所记载的这个病例呢，是血分阴液泡伤啊，热邪难以透出啊，所以这个叶天士在应用此方的时候呢，以鳖甲生地来滋阴凉血，知母丹皮来泻热凉血，那么配青蒿竹叶呢，透热外出，那。吴鞠通呢，去掉了夜案当中的气分的竹叶，制定了下焦温病啊。那么他在原文当中讲到啊，这条方呢，邪气生伏阴分啊，所以呢不能纯用养阴，但是呢有热，阴伤极重，又不能用苦燥，所以鳖甲入至阴之分，以青蒿从少阳领邪外出啊。那么细生地呢？能够滋阴泻热啊，丹皮呢泻伏火啊，那么知母佐之啊，那么来泻热啊，那么来达到一个透邪啊，这个凉血啊清热的目的。这条方呢，在临床上呢，经常用于一些这种阴伤啊的这种顽固性的低热啊，还有呢这种下焦阴伤啊，口疮啊。一些呢风湿免疫类性疾病啊，比如说红斑狼疮、关节炎啊等等，那么病人呢往往表现为这种阴血啊，这个耗伤啊，这个有郁热啊这个特点。那么这是伊犁呢早年啊这个收载的这样一个顽固性发热的这样一个病案啊，那么这也是我们温病学的老师啊这个前辈们的一个医案啊，那这个病人呢。他呢是一个不明原因发热啊，低热呢长达6年，体温呢是37度多啊，午后热盛啊，晨起身凉，每天到下午呢发热啊，发热前呢可以有短暂的这种恶寒啊，所以临证当中如果有恶寒发热啊，那么往往还有什么呀？这种枢机不利的这个特点啊，病人伴有前额胀痛啊，这个鼻咽干燥，那饮食渴。啊、哦，这说明什么？阳明胃腑，邪不在阳明胃腑，是不是啊？而且呢，形体消瘦，舌色啊，这个红少苔啊，脉象呢细数。西医的实验室检查呢没有明显异常啊。那么考虑呢是有啊这个伏邪啊内藏邪入阴分，用青蒿鳖甲汤化采。那么这条方当中呢用到青蒿、鳖甲、生地、丹皮啊。气分啊，泻热呢，没有用知母啊，用了黄芩啊和竹茹用气分。那么另外呢，佐了白薇、地骨皮啊，还有乌梅啊。那么配合生地呢，从厥阴少阴入手啊，来泻阴分的虚热啊。那么佐沙参和玉竹啊，那么养阴生津啊，连服其气，因为这个这个病程呢比较久了啊，阴伤比较重。好，那用药以后呢啊，这个虽然口干呀等等症状，较前呢有
好转了啊，但是还有点皮热啊，小便短赤，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进一步加了白茅根啊，白茅根。那白茅根呢，甘寒，又能够清热，又能够入血分啊，还能够这个活血啊，活血。所以呢，它是我们这个温病呢，这个血分预热呢，在上焦啊或者中焦啊都可以用到它。那么三诊的时候呢，发热已退，已经不烧了啊，但是呢，还是有鼻干、咽干啊，舌质呢和脉象还是一派呢气阴气经耗伤的特点啊，所以原方去掉一些气分啊，制药，那么增加了入阴血养阴之品啊，那么进一步呢扶正祛邪，所以这个病案呢邪伏阴分啊。治疗的时候呢，不能够单纯的用滋阴，也不能呢单用气分的苦寒止折，所以用青蒿鳖甲汤为主。那么配合了沙参、玉竹、生地养阴生津，到三诊的时候啊，这个热退了啊，但是津液耗伤明显啊，所以呢啊增加了一些养阴制品啊，养阴制品，那么来扶正祛邪啊，所以达到一个善后的目的啊，这是。下焦的青蒿鳖甲汤，那么在温病调配当中，还有一条方叫中焦的青蒿鳖甲汤。这条汤药方证呢，收在于中焦篇的《湿温病》第83条。原文呢是这样讲啊：脉左弦，目热早凉，汗解渴饮，少阳虐，偏于热重者，啊，青蒿鳖甲汤主之。这条方呢，由青蒿、鳖甲。丹皮啊，那么知母啊，另外呢加了有桑叶和天花粉，这是一个入气分的药了啊，入气分的药了。那么居通称它为苦辛啊，咸寒法。这条方药呢是无糖，根据《临证指南一案》啊这个疟病当中温案啊所这个整理而来的啊，所以这条方呢，它在自注当中指出啊。中焦篇的青蒿鳖甲汤，实际上呢是从气分少阳虐症的小柴胡汤变质而来的，所以啊，这个症当中呢，一个呢是有寒热现象啊，就目热早凉，下午发热啊，有这种汗出热解的这种啊，这个气分热解的这种表现啊，所以呢是从气分少阳虐入手，少阳破净三阴，立法呢一方面呢领邪外出。一方面呢，防邪内陷，啊，所以青蒿鳖甲汤呢，啊，用小柴胡之合法啊，但是呢，又与之呢不尽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居通所说的疟，它的病因和小柴胡法啊所针对的病因、病邪的性质不一样，那么疟源于暑湿啊，那么它和受的寒邪不一样，所以其病势当中呢。暑湿，一方面呢留置气分，另一方面呢内陷阴分，暑热伤阴，所以其发病的这个趋向呢，和这个伤寒的寒邪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呢取小柴胡之法，但是呢变法用之。好，那临证当中啊，这个中焦青蒿鳖甲汤呢，也是我们临床上用于治疗呢啊这种顽固性发热啊，特别是。实邪内疟啊，这一类啊，这个有这种特点啊，常用的这样一个基础方药啊。那么它的这种核心病机呢，是病人的发热的病程比较长啊，邪气深入了，药入阴分了，但是呢，少阳气机又不利，所以呢，临症当中往往会见到这个寒热啊，但是热象重啊，有口苦、有脉弦、有少阳气机不利的内疟的征象。在临床上呢，这条方药当中呢。增加黄芩、柴胡、栀子，来加强呢清泻少阳之热邪之力啊，也可以加地龙、秦椒，那么增强祛湿通络之力啊。那如果呢暑湿啊，我们也常用一些地方药材，比如说水梦花啊、大青叶等等，那么清暑祛湿。那么如果反复低热、脉象细数，提示阴伤，还可以增加白薇、地骨皮等，增强清虚热之力啊。所以。这个呢，是他在临证运用的时候的一些加减法。
那么这也是呢，我们早期的一个病案啊。这个病人呢发热啊，发热，青年男性啊，呈高热啊，在外院呢也是啊，自述呢花了10万块钱啊，做了各项检查呢啊，不明原因啊。病人发热有个特点啊，到晚上3点钟开始烧，到早上7点多热退了啊，有时候烧的还比较高。那发热的时候呢，伴有微寒啊，那么热退有汗出。白天不怎么发热，伴有关节痛啊，这是枢机不利的表现啊。舌质暗红苔白，脉象弦数啊，大家注意这个地方舌脉特点和青蒿鳊胆汤的下焦片还不太一样，是不是？好，那辨治呢？考虑啊，病邪性质啊，因为舌苔有白腻啊，舌质暗红，脉象弦滑啊，考虑呢有这个暑湿啊、内陷啊、内陷之症。方用呢这个中焦片的青蒿鳊胆汤啊，在这条方的基础上呢，更加增加了柴胡、黄芩、秦椒、地龙等等，加强疏解之力啊，加强疏解之力。那么从少阳呢领邪外出啊，所以用药以后呢，这个四季啊，病人的这个热就退了，所以这条方在临床上也非常好用啊，也非常好用。好，这个病案呢，病人呢这个。病发呢，最初期呢是在下暑之际，考虑呢病因啊为暑湿啊，导致呢暑湿在气氛缠绵日久，邪气呢进一步内陷到璎珞，气血互滞啊，所以病人发热呢有一个寒热往来啊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用青蒿啊中焦片的青蒿鳊胆汤从少阳入手更为合适。好。所以呢，中焦青蒿鳊胆汤啊和下焦的青蒿鳊胆汤立法呢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它至中呢小柴胡，从伤寒立法啊，所针对的病因呢是暑湿郁阻啊，暑湿郁阻。虽然都在少阳一经啊，用药呢和小柴胡不一样。青蒿和柴胡相比啊，那么它的这种疏散的力量呢叫柴胡弱。但是它芳香逐秽的力量比柴胡强啊，那么由于呢这个暑湿啊以暑热啊容易伤阴，所以呢这时候呢不能偏用苦燥或温燥，改用鳊甲加强护阴啊。柴胡汤呢以胁痛干呕啊来这个为引邪啊所为患啊，所以呢在柴胡汤当中呢有这个江夏啊通阳啊这个清引邪。青蒿鳊甲汤呢，以这种暑湿内蕴以后呢，造成邪热伤阴为主，所以呢，佐知母花粉啊，来清热，来止渴啊，所以针对的病邪性质不同，加减也不同。另外呢，佐丹皮泻热，桑叶呢，这个啊清少阳啊，清少阳这个啊又能透血啊，又能透血，所以这个呢就是中焦青蒿鳊甲汤。所以我们把这里呢。其实呢，在温病调变当中啊，有2条啊青蒿鳊甲汤啊，一条是中焦青蒿鳊甲汤，一条是下焦的青蒿鳊甲汤。这两条方呢，都是我们治疗啊这种顽固性发热啊常用的这个方药啊。但是呢，它的定位啊，这个病因啊，或者讲邪气和正虚的程度呢，都不太一样啊。那么中焦青蒿鳊甲汤呢，定位呢在少阳。所以常和柴胡、黄芩，增强疏解之力。下焦青蒿鳊甲汤呢，邪浮阴愤，阴伤比较明显，所以呢常和养阴生津，啊，增强呢扶正祛邪之力。好，那么这就是呢青蒿鳊甲汤啊，青蒿鳊甲汤。以上呢就是今天和线上大家呢一起分享的内容啊，那么希望呢。这个我的一点点的这个学习和体会呢，像点点的这种微光，能够唤醒了大家漫天的星火。好，今天呢，这个主要内容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啊。那么下面呢，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哦，是啊，现在已经是现在就，哎，我看一下啊。
哦，好的好的，这个呢，有一位同学呢问到啊，温病调变，太阴温病与手厥阴属温，怎样区分用清宫汤和安宫牛黄丸？好，安宫牛黄丸，清宫汤和安宫牛黄丸呢，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呢，其实这两者也可以合用啊，也可以合用。清宫汤呢是。我们经常讲热痹心包症啊，在教材当中呢也讲得非常清楚。那么热痹心包这个症候呢，在太阴温病当中可以出现逆传的时候，啊，逆传到厥阴心包，这时候呢，我们经常用清宫汤啊，清宫汤。那么安宫牛黄丸哦，安宫牛黄丸是凉开三宝之一啊，凉开三宝之一。那它更偏重于呢这种啊这种开窍的作用啊，更偏重于开窍作用，泻火、泻热、解毒，还有呢这个化痰解毒之力。所以清宫汤呢，前者啊热陷厥阴心包啊，这个心包出痹，病人表现为呢高热神昏、舌红啊舌红，那么往往呢。伴有轻微的这种啊，这个就比如说，这个意识障碍，伴有意识轻微的意识障碍。那么安宫牛黄丸所适应症呢，它可能意识障碍呢，第一个是更重一点，第二个呢，它的舌象当中呢，往往可以兼有痰热之象，比如说舌苔的黄厚腻啊，黄腻。那么在上焦被痹的时候，安宫牛黄丸还可以合用阳明的啊，就是泻热。同用啊，所以这一点呢是啊当中呢可以略有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啊，合不合适啊，也供大家参考啊，这是个人的一些体会。哦，好，另外一个达远影这位同学啊，他问呢，青蒿鳖甲汤可否治疗午后发热啊？青蒿和鳖甲。在用量比例上应该怎么调整啊？那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好啊，因为刚才我们两个病案当中啊，中焦青蒿鳖甲汤和下焦的青蒿鳖甲汤都可以治疗这个午后热势偏盛啊，午后热势偏盛。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那么如果是下焦的啊这一类啊，这个温热啊这种热势啊，那么它往往。热势由于阴伤的比较明显啊，所以它可以表现为低热或者中度热啊。那病人呢，往往表现为阴伤之象，所以呢，他呢往往是舌苔红、少苔或者无苔，脉象是细数啊。病人呢有这种啊形体消瘦啊，另外呢他呢没有气分的这种湿阻的表现，所以病人胃口啊这些还可以啊，还可以。还有呢就是。这个病人呢，这种虽然发热啊，低热，但是呢没有汗，啊，这个呢是他的一个特点。那中焦偏的青蒿鳖甲汤啊，用于治疗午后发热，它呢有实邪内疟的特点，所以病人在发热的时候呢，往往可能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恶寒、发热、汗出、热退啊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呢，它还有少阳、瘀阻、气机不利的表现。比如说头痛、关节痛啊等等啊，那么这些症状啊，如果在气分还有湿邪的话啊，湿阻的话，还可以表现于舌苔啊中根部的这种啊有腻苔啊，所以这个是中焦的特点啊，所以这两条方呢都可以用于啊，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区别开，临症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一般来讲呢，青蒿和鳖甲呢。青蒿呢，我们一般用10克啊，也有用到15克啊。那鳖甲呢，一般用15克到30克啊。那鳖甲同样是先煎的啊，因为治重下沉啊，用量呢也比较大啊，所以这个呢是常用量上的一个比较啊，也供你参考啊，供你参考。哦，好，那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吧，其他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好的啊，那非常谢谢大家啊。那么也希望呢，大家以后呢，我们可以在平常的学习啊，还有在临阵当中呢，多多交流啊，多多交流。总而言之呢，这个中医经典《伤寒金匮温病》，它呢是前后融会贯通的啊。而且呢，我也希望呢，就是这个我们对于这个温病的这个学习和历程呢，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方药变质的思路啊，那么成为一个临床运用的这个保健。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啊，好，谢谢大家啊。